你丫没撞翻他的！我操！自爆雷！哇！我遇到恐怖袭击了！我操！你知道是怎么样吗？二娃，快来！你下去干嘛，二娃？快上来！ 你那个是老虎啊，兄弟！老虎，锤他，过来，锤他，锤他，锤他，老虎！我来，走。开车了吧？哇，你知道刚才是什么情况吗？什么情况？他把他队友撞倒了，他队友拿了个雷，然后我撵过去，我补死了，然后他。 那个雷差点把我炸下去。哎，我这车上怎么多了个挂件呢？哎，你车上怎么多了个挂件？挂车现在撞你！不是我这车多点挂件，这个挂件有点恐怖，怎么办？ 好了，你下去。喜欢就订阅一下哦，一大波粉丝福利等你来拿。